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紫，欢迎回来 Brassbun 罗巴上海贼王啊。好了，今天就是赏金猎人特辑。OK， 这次我们用冰冻果实啊，含冰水果来猎赏。好，这颗平民的 PP 神果，比起其他水果它更容易获得，而且它的 PVP 也不需要太麻烦的操作，就可以打出很高的伤害。OK， 近战防御果实。然后装备用这个披风吧，可以增加我的移速，还有血量啊，以及 15% 的近战伤害。剑的话用诺叉，然后拳法用神轮拳好了。冰冻果实的吸剑的话不会觉醒啊，换成寒冰鸟，这样才可以接 combo。OK， 来试一下。冰冻果实有个简单 combo， 只需要果实跟拳法就行了。先睡过去绝对领，然后开个种族技能，寒冰鸟一技能。然后神人拳三连，非常的简单。如果都有打到的话，应该是可以秒杀，除非是鱼人。目前357万，目标是400万，不知道能不能达成。走吧，这有一个人在挂机，可以来试一下我的 combo。OK， 抱歉了，你把他带走。好，觉醒。欸，他是奖励果实啊，机动性蛮高的。好，抓到一个。OK， 带走。哦，我神人拳还没打完呢，他就已经死了，伤害非常的高啊。大佛，大佛不知道打得过吗？他要给我打。用大佛果实来打伤害，不是 spam， 是我没想到的。OK， 带走。No。靠，被我技能，好坏啊！我这个有2000万伤，要打我。我靠，这果然是2000万闪，瞬间秒杀。阿佛，试一下一套 combo 可不可以把他带走。哇，非常的坦，好像是我的神人拳的戏没打中。OK， 他要给我打，他特别蛮的。好，来二番战，大佛。哦，好像也是不太会，他还不放弃，三番战，他干嘛？还蓄力是吧？好，看他的拳法图标红红色的，还蓄力啊！嗯，真好，送赏金。如果要打麻将怒。哦，这好像有点强。水压偷袭，跟他鱼人啊！哇，好卡，好卡，好卡！哇，龙。欺负我的冰冰，打不到天是吧？
哦，真的是啊，轰炸真的是非常乏力啊。OK， 一套带走。我又不带走。好，开战。哎，还要怎么死啊？刚才来看他血量还蛮健康的，被不明技能打死。看不见东西。好，带走。OK， 三三，舒服。好，这也是大混战吧？尝一脚。OK， 觉醒。这场面有点混乱。哇哇哇 ！OK， 带走。Spin 大佛。机器人配置灵魂吉他好爽，我感觉我们是一队的。好，带走。哇，机器人打拳架也太爽。好了，两个一起跑。好，狗刀 ，OK， 可以，还不错。这个残血，可以抓哈。现在在哪？OK， 维护带走。OK， 不错哦，这一次巡战，这个毒毒果实。哎，反转呢？他要去哪里啊？
我飞上天了。别走。哇哇哇。大伙还蛮烦。哇哇哇！喂，带走！大佛可以杀。好，不错，全都带走。哦，踩低，觉醒完了。啊，给他跑掉了吗？给他跑掉了。好吧，不错，这一次瞬间上377，看没接好，不然可以一次过带走他。OK， 这波群战非常的爽。好吧， 377还有一段距离，猎伤好痛苦。哇，鱼人完了。No no no， 按错键。哦，那好痛。OK， 抓到一个，鱼肉有点难搞。好，带走。OK， 400万赏，这有个残血，跑去哪里了？跑掉了，好吧，我不打了，见好就收吧，400万了，还不错吧，冰冻果实。好吧，如果接完一套的话，应该都可以秒杀，除非是鱼人，也算是简单暴力了，只需要拳法跟果实，非常易接，而且不需要一直切换来切换去吧。对手上的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今天我们就先玩这把，谢谢大家收看啦！如果喜欢的频道就对哦，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